大家好啊，欢迎又嚟到大笨蛋翻译工作室嘅频道啊。今次我哋翻嚟玩传说对决啦。咁今次咧就喺体验服啦，就试玩最新出嘅英雄艾瑞系啦。咁就喺实战中睇下，即系俾大家睇下佢嘅技能同埋被动啦。咁就我会推荐佢走中路或者海贼路嘅，因为现时佢而家定俾人定位系坦克嚟嘅，但其实佢嘅输出都好够嘅，系啦。咁就佢首先讲佢一技能咧，就好似而家咁，就会召唤呢啲环绕住我哋自身嘅灵兽，就会系对周围嘅敌人咧造成300点嘅魔法伤害。但你要留意就系同时咧只可以召唤三只嗰啲灵兽嘅啫，系啦。咁呢到二技能方面呢，就好似头先咁，就会当你集齐咗一技能三个嘅时候呢，你施放二技能呢就有对敌人呢可以造成三次嘅伤害。咁相反啦，当你得一个灵兽喺周围环绕緊嘅时候呢，咁你施放嘅时候呢就只有一个攻击嘅啫，係啦。即係简单嚟讲，就係叫你叠满个一技三下之后先再开二技囉，係啦。咁呢第一击啦就会对敌人呢造成1秒50%嘅减速嘅。咁当中咗第二击嘅时候呢，敌人呢就会俾人即係会对敌人呢造成1秒就 90% 嘅减速。咁第三击即係最后最远嗰个位呢，就係对敌人造成1秒嘅晕嘅效果嘅。咁就喺团战方面呢就都有发挥嘅。係啦。当如果你係冇血啦拉带嘅时候呢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。是啦。咁点解我推荐走中路呢，因为现时走海贼路的英雄呢最强势都是熊猫，即是祖卡拉或者马洛斯。是啦。咁就同埋其他啲坦克啦。咁但呢一隻由于佢坦克而且输出都够呢，而且佢大技都有吸血嘅效果，所以我就推荐啦。咁讲返大技先啦，就係好似而家咁就定住人哋先。咁同时呢就会召唤咗三个灵兽喺旁边就输出嘅。咁而且呢佢会系会即使任何一方，即係譬如敌人或者我喺嗰段期间喺呢 2.5 秒期间受到任何攻击嘅时候呢，我哋两个都会同时扣相应嘅血嘅。係啦。咁呢当我用緊大技即係兽灵之搏嘅时候呢，係冇办法被中断嘅。咁呢个都几强势，但你要留意就係自己血量偏少嘅时候呢，你要确保就係你啲血量係足够而殺死敌人嘅。如果唔係呢，你就会当你死得快过敌人嘅时候呢係啦，敌人就会依然生存緊，但你自己又牺牲咗囉。係啦。咁就讲完我点解推荐走海贼路啦，咁我讲返即係走返点解唔可以走魔龙路。因为佢呢隻比较冇位移技能嘅角色啦，咁而且佢要抢魔龙呢都一定难度，因为佢比较算係拉打，唯一可以喺远距离进攻嘅呢只有移技能。咁但二技能呢，你当你冇一技或者冇魔力嘅时候呢，其实都唔係好好用嘅。所以就比较唔建议走魔龙路啦。魔龙路都係交返俾紧啊或者哥特尔啊呢啲强势角色佢走返就算啦，係啦。暂时都冇推荐。咁至于我嘅出装方面呢，我呢个都係算係半坦又有输出嘅。咁因为係啦，佢讲明坦克都其实我觉得佢定位会係辅助比较适合。係啦，因为毕竟佢对坦克嚟讲佢伤害真係有啲高嘅。係啦。咁就然之后呢，咁最适合施放技能嘅次序呢，其实就应该係先开一技，即係叠满三个嘅兽灵之后再开二技。然之后呢
人哋有減速，甚至乎有雲嘅效果呢，咁就最好就開埋個大技。咁嗰時呢，你唔需要再撳一技，就已經有三個修靈同時喺度呢，咁就其實對於輸出，即係你再撳返二技呢，係會好好多嘅。咁見到呢度就一打二完美示範佢嘅傷害究竟可以有幾高，係啦。所以就你見我哋我滿血嘅坦克同人哋個坦克喺度磨，而且就即係反應都滿血嘅，就知道我大技其實都係有吸血嘅，少少有少少吸血咯，係啊。其實都同被動有關，因為佢個獸靈咧，你觸碰到嘅時候咧係會有吸血。咁所以就你开大技嘅时候呢，佢啱啱召唤返三个兽灵，所以就会有吸血囉。所以係啦。咁呢其实就你见呢度就都系推塔啦。咁我时不时好少落下路嘅原因系咩，就系因为下路比较即系个势力比较平均。而上路由于我哋系缺乏射手嘅关系呢，你见到我哋嗰阵系两个法师，然之后跟住就一个坦克，唔系其实三两个坦克添啊，因为我都系坦克嚟噶嘛，咁我只不过系走中路啫，系咯，咁就比较个上路即系海贼路个势力系，即系两个都两我哋两方都比较平均，而下路咧成日都你见唔够打，因为即系阿兹卡唔知点解经常上嚟中路帮我手，但跟住就俾人打到残血，系啦，搞到就失飞师成下路咧就俾两个人夹攻嘅，咁所以我都有时会上落去下路，即系魔龙路度帮手。你见我哋都冇打嘢，就知道其实全体验服都唔可以要求咁多噶啦，你都系做翻好自己本分同埋少打字啦，因为你都唔知道，可能有啲系越南人听唔明咁样就。咁呢同埋提返一樣嘢，就係佢頭先唔記得咗講嘅，就係佢個二技能呢係施放嘅時候呢係有少少延遲，即係唔係話你一放就即刻出現，即係好似阿茲卡呢係你放完喺嗰位之後呢，你要等差唔多大約一秒到嘅時間呢，佢先至會有一隻獸靈就會撲落去嘅，係啦。所以就呢點要留意，即係你唔可以話想即刻了结人哋嘅就直接放咁样，人哋都系有机会可以逃走，而且你想做出最大伤害嘅时候咧，最好就系同人哋拉远少少距离，咁样你方便你兽灵第三击中咗人哋之后咧，会有击晕效果咧，你配埋个大技咧，就其实个输出系最高嘅，所以就系啦，所以就呢隻英雄就唔係打埋身，虽然佢个一技好似真係打埋身戰，但你见佢普攻范围第一啦都唔係咁远，即係唔係咁近啦，稍微讲错咗，係啦，唔係咁近，而且佢个一技係俾你用嚟叠满呢就开个二技能嘅，你见呢度用错咗，应该係开埋二技能先至再用大技，就会係比较可以殺到佢。如果都系好掹掹紧，临时咁样系啦，搏个二技，即系如果唔系，应该都冇呢度施放错技能啦，系啊，一个失误嚟嘅，错误示范。呢度就见到完美佢嘅伤害系喺后期系可以有几高，又坦又高伤，瞬间见到系佢两个温宁，但呢度残血逃脱啦，因为系啦。都系啲技能中唔晒佢，而且嗰时啱啱冇大技，定唔到佢，所以就做唔到一个最高嘅输出出嚟。咁呢度系啊，就因为佢有三段，咁同一隻英雄咧就冇可能会中晒三段，因为佢系前即系佢
大家好啊，欢迎又嚟到大笨蛋翻译工作室嘅频道啊。今次我哋翻嚟玩传说对决啦。咁今次咧就喺体验服啦，就试玩最新出嘅英雄艾瑞系啦。咁就喺实战中睇下，即系俾大家睇下佢嘅技能同埋被动啦。咁就我会推荐佢走中路或者海贼路嘅，因为现时佢而家定俾人定位系坦克嚟嘅，但其实佢嘅输出都好够嘅，系啦。咁就佢首先讲佢一技能，即系好似而家咁，就会召唤大家好啊，欢迎又嚟到大笨蛋翻译工作室嘅频道啊。今次我哋翻嚟玩传说对决啦。咁今次咧就喺体验服啦，就试玩最新出嘅英雄艾瑞系啦。咁就喺实大家好啊，欢迎又嚟到大笨蛋翻译工作室嘅频道啊。今次我哋翻嚟玩传说对决啦。咁今次咧就喺体验服啦，就试玩最新出嘅英雄艾瑞系啦。咁就喺实战中睇下，即系俾大家睇下佢嘅技能同埋被动啦。咁就我会推荐佢走中路啊。